22.2分。曾俊的出场的这个走步的姿势，真有点卡巴耶娃的味道。孙悦的这个每个细节都特别注意，印象很深的就是连续三个向后一柳心，连续做了三个，这样就是 0.7 了。这是反胯跳抛球，然后是视线外的接球，背后接球算视线外的接球，然后向前一柳心，你看看连续做了三个向后一柳心，这一串就是 0.7 了。观众朋友，刚才是邓孙悦的得分是25.9分，他的球操，他的最后得分是25.90分。丁一丹的这套球操。